funzia, di piccola linea funzia, come funzia per tagliare di 10 o su qua nei piedi cui tu accide e dici, ah, dai su qua e tiene funzia si cudini come di 8 funzionali o come di 8 funzionali e come di cosa vuol dire io ho iniziato a fare questo campo a cucina qui si immagina si immagina così你要来科技，你要来大，你要想想。那你的修的是啥？你这个家伙，面对的是这个，面对的是这个，面对的是这个。这嘛是存在的，一切都有。修的，我理解，大家，是这样，是这样，然后，所以我今天总是找到我要的方向，所以一改，那我把我的看到了怎么办？ 所以你一辈子的，所以呢，我，哦，我是来干那个营销的，然后我就去公司去，然后回来呢，回来以后，哦，去上班。所以这个问题，那刚起步，你这样子去，就一年两年就收到，嘛，就变完年就收到。但是今天，你那时候就讲你干啥的，我讲，你做的话。 是无咯，是无咯，你何个物事咧？以前，以前伊嘛，伊嘛，咱经过政治，毕竟伊用，伊就做搞个当中，当时做做当中，伊嘛，咱这个条件是做不了过去，所以你以前这个当中的经费，条件是完全上限的，所以你也让人家先有观念，有经验，有经验，有学，有学识，来讲咱这。 连求其学习，这个时候，这个时候，这个时候，咱这个时阵，会咱修。咱然后，当然是修的是块文字，这个文字当然这是一个教养，咱一定要打这个文字。但是这个文字，这是一个教养，你一个需要这个文字，你才能有意料的啦，你才能爱。所以，咱就好，刚起步，刚开始。 哦，这个今天请教这个事情啊！哦，如果你来到这个这个面前，那他们你能这个进行，可是你要互助作用是不？互助作用是不？这分不给别，千万不分。哦，这共产党做的哪种关系？做的哪几种作为？你不分这些？哦，你在正常的啊？在正常范围啊？你不好听的啊？ 大部分就是讲，你分行业分的生意，那比划不接，房间条件这个结构啊，比划不接，钱包包的结构，那比划不接，真难。因为这广东有小人家，农村不会发，哎，因为这种事情啊，这种事情现在发展不起来，所以你们这个经济要，真正经济的前景，前景方面，这倒是真正。 成功，这个是真正进步的话，这个是正确，所以这个要改好。不然，我们后边一个计划，够没了哈。做的，六合田，六贤人柱，五合八社，九秀奇，九秀奇，学上初经。 初地共调，我就不说教，也有人文，兼职公园，何以不是？何以不是？是我的，是我的。当地是经济不可思议，当地是经济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。 这个这个中央就是说的，都是我的，就是田中，田中里。哦，今天这个当中，就是那个，你金光金炮的中，一点啊，一点强强，就看到咱前面这一点，哦，火山、毛石、中火山、毛石，这是一个善巧方便说了哦，我的。 究竟是上初经，到底中间，咱一定要跟着这样看。五号文字，
不熬我天，这些就叫这些，这些不花钱。你能不熬我天，你不得不熬我天。哦，那的话，大好一点，有腰围，好，进化，向化，大好化，不熬我天。这是我第一，你讲跟第一那么贵，都不是第一那么贵，怕第一，都不那么贵，先进。到今季节，地方人尽量到今我发你好点，所以说礼貌有。好，今年泰国人直接关门前我发我超你，干够了，这是金东东的讲法，所以说五包五件。那我这些人，比你不发一点都不贵，不发有一点哦，就他们那个这一点哦，出来。哦，这个是卖酒的，我靠，现在都是不一样的，只要打拼，我这边就是得意了。那你要把钱，你去当兵，不可以，你去了这个。